各位群里问问马斯克的那个粉丝好，那个我也是问马斯克的粉丝，然后正好我今年这段时间在美国，所以我来特地打个飞机来波卡奇卡看了那个马斯克的新建基地Starbase， 然后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接触，看我今天现在正在现场，我可以走到离那个非常近的地方，离他的那个火那个新建那个头大概只有5米的距离，然后边上两个老外也在看，然后非常近，就是我车可以开到园区里面。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来博卡奇卡，我觉得真的应该来看看，非常震撼，因为很近很近的距离。这个是新建，然后那边是超级重型猎鹰。